五位选手唱不同版本的《孤勇者踏山河半生雪》，你会支持几号呢？一号选手奥特曼哥哥，满分100分，你会给他打多少分？而我枪出鹿茸，乾坤撼动，奥特大英雄，左飞泰罗迪迦，初代 Seven 戴拿，杰克艾斯盖亚，托雷基亚，风马泰迦，泰塔斯贝利亚，雷欧艾迪泽塔，杰德塞罗诺亚，雷杰多塞加。二号选手艾莎姐姐，满分100分，你会给她打多少分？如果在考试中睁眼，直面这残忍的试卷，风来到了谁的鼻尖，留恋却不得不交卷。如果结局锦上滚边，无惧在回家前四卷，没想到还是被发现，重回到改革解放前，手握柄往前冲，黑夜白昼不睡觉。三号选手蚊子小队，满分100分，你会给他们打多少分？是谁的血液最香？我要盯他满身疮，让他哭爹又喊娘，全身都痒痒。风又惊他全抹伤，把我刺激的够呛，他喊点燃了蚊香，我快要亮亮。痒痒痒痒，我盯得他发痒，亮亮亮亮，他给我一巴掌，一到夏天我们蚊子就猖狂。四号选手冰墩墩弟弟，满分100分，你会给他打多少分？不惧风雪，我中华儿女流血不流泪，永不悔，如华夏先神威，信念坚如铁，不怕苦也不怕累，铭记革命先烈的英勇无畏，满腔热血，我中华少年勇敢不后退，有智慧有担当战头飞，努力学文化，长大建设大中华，勇往直前，自信的创造明天。五号选手蜘蛛侠哥哥，满分100分，你会给他打多少分？宿命缠绕，画一条轨道，伴我逍遥去走一遭，山外还有山边。